hello i'm hong hui jen we encourage you to download the taiwan social distancing app to help with covid prevention if you've been in contact with a confirmed case the app will send a notification warning you to monitor your health if you are a confirmed case don't worry information uploaded will reveal no personal data using the app requires no login just turn on your bluetooth and allow the app to send notifications if the app shows a running clock on the home page, it is recording your contacts. Users can also check any contact with positive cases. The Taiwan Social Distancing App helps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 COVID prevention starts with you and me. 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来到我们这个股市之报哦。那今天这里行情哦，我感觉是哦，剩礼拜了哦，可能很多人不认同啊。但是啊，我已经讲过了嘛哦，你在这个位置上啊，进入了五月了，对不对？哦，阿里达美加啊，量慢慢缩起来啊，我已经讲过了。事实上，这个股票啊，就像这个这个这个，我已经昨天也说过，就像一潭水一样，对不对？ 这个水啊，就是分两种嘛，一种就是很浑浊，嗯、啊、浑浑浊就是怎么样，上面很多沙子啊、石头啦、啊，对不对？乱七八糟啊，规个都安尼蒙蒙的哈、哦。还有一种呢是讲啊，固啊的这种石头、沙子都沉淀了，对不？大概都啊，水就清了嘛。那现在这个行情说真的就是这样子，水就清了。为什么？因为都沉下去了。 哦，所以当然很多人还是会在那边担心说，到底啊疫情的变化啦，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升息的问题啦，啊，或者是这个啊乌俄战争的问题。我事实上我是觉得这个都慢慢的都已经也沉淀了啦。哦，我相信这个升息的确啊，它已经对于为过去嘛，它已经就是反应了嘛。啊，为什么这个美股啊什么的它还会回跌啊，也就反映了这个升息了嘛。 那未来当然它也是会慢慢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以后也就慢慢的麻痹了，哦，以后就慢慢的麻痹。那我也跟你讲过了嘛，就像我之前有提到过说，确诊人数还不到一万啊，你集一千的时候你就赶快买升绩股啊，对不对？因为一万是一个临界点，过了一万你就被卖啊啦，大概都对不？蹭沙蹭口盖扁啊啦，对不？那一有在加上对不？ 哦，当然我是，我就常常觉得这新闻台啊，说句很实在的话，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所以我常常讲说新闻媒体这种东西，就是它的一个所谓的智慧是不够的啦。因为新闻媒体，说真的，播新闻媒体的人呢、啊，当然是哗众取宠哦。但是我个人是认为，就是说啊，大家呢，你打你打刚呢，对吧？你啊呢，在老人家应该是下一次看新闻媒体比较多是老人家打刚啊，那个。 嘿惊嘞，哇，这种嗯下了几年了，对吧？我相信其实，在国外这种东西应该也没有再爆了啦。啊，台湾还是每天啊丢啊时间，对不？那我是觉得不没有必要。那当然啊丢啊时间，当然这个就是牵扯到政治了。那不管什么台蓝的就骂丢啊，你这那么严重又怎样讲啊？对不对？啊绿的又、就是这又就是这样。啊那以前绿的又说很严重，蓝的又说没什么。 所以我就常常讲，这种政治的议题带到新闻里面呢，就是打刚大概开黑给他的电话了啦。那国外已经没有什么报这个东西了啦。哦，当然还是确诊，还是所谓的病毒，但是已经慢慢的，事实上台湾以前报的很严重的时候，国外也就不当一回事啊。那当然，国外你说死很多人是死很多人，他们也是还是不当一回事嘛。你说现在在国外，你看看他们哦，看那个球赛，看那个什么，哪有人在戴口罩的嘛？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不要看新闻台，你就光看那个美国那个 NBA，人家现在在打有没有戴口罩就很清楚，这叫做 international，这才是非常正确的讯息。你大家你也看爱国，大家老在打，怎么样呢？靠腰的不？大家你讲的有诶无诶为准。所以我常常讲说，那个新闻台那些记者，说真的，这个没办法自律啦，因为这种东西怎么讲？这都是新闻台都是养一些。 就是这个看就知道，但是我们做新闻，你要怎么去看它的公平性跟国际性？你有看哎，打 NBA 的拍对不？你看哎，一美国人的人在高尔夫对不？那在 PGA 的拍，没有人戴口罩嘛？就是没有，已经没有人戴口罩。你看那个就是最，那个就是怎么样？那个就是最好的新闻了，那个就是最好的、最正确的新闻。你不要看我们的新闻啊 对不，对面这样老大人安尼惊咖安尼要吹赛，对不？惊，大家安尼较惊，对不？哎、啊，几几万人，搁几万人啊！那如果说你看到国外这些球赛，都大家都戴口罩了。台湾如果说不严重，那也很严重。所以你就试着，就是我们在看事情哦，不能看新闻台，因为台湾的新闻台你也知道，一堆名嘴在那边每天也不知道干什么，会讲那些说的，大家已经很讨厌了，讨很讨厌那些名嘴，都是。 为了那个选票啦、啊，就为了选票，那当然就是这个台湾为什么就是说台湾很不好，就这个政治啊，造就了人民的很不方便、啊、因为蓝的绿的每年都要选举，所以新闻台搞得和造就了大家很不方便。要不然就在卖东西啊，美车啦，什么女人我最大啦，那他刚一直背了对吧？我们在那边上对吧？化妆品一直背，然后会养生的药一直卖，然后车子一直卖。 就是要让大家花钱嘛，对不对？那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新闻台，哦，我觉得那个 NCC 说真的该管的也都没管你看那五十六台，几乎什么女人我最大，这边时尚玩家啥东西东西在做行李啊。哦，啊，你喜欢三立啊、明势，我就觉得就是他们比较好了，没有做生意了，但是就是就是一直的就在那边也是扯淡嘛，对不对？也是扯淡。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就是说你自己要看啊，就是说有时候看电视哦，自己要，就人家没电视台啊，当然有他的目的，他是做生意嘛。你看，哎，国仔老台你在做行李啊，那新闻台拢在做行李啊，国在国台哦。所以当然，我就跟你讲，股票也是一样的意思。其实股票你也不用听什么样，你自己观念要很清楚。这个行情说真的，股票很简单，我已经讲讲过一百次了。 最大最大的利多就是跌的够深了，像刚才一潭水一样。哦，我们这股票指、就、数、是、你就想象它是一潭水，为什么所有的石头都沉淀了，都已经沉淀？你看现在这个量就知道了，随时就是要大涨。那当然，以电子股跟传产股相对的一个 compare 来说的话呢，这个电子股它比较筹码更干净一点。那你看看这个传产股，传产股怎么样？对不对？ 筹码稍微的乱一点，所以船长在上面还是很污浊啊。那、啊、当然，我昨天也跟大家谈到过了，神龙摆尾嘛，船长不是不能买嘛。你船长说真的，你要买说啊，我今天要买长龙、阳明、旺海，我一定是选什么？我一定是选航空的啦。我一定是选航空了。我已经跟大家谈过好几次，这以前资料都已经做了很久了，我已经跟你讲了，至少一倍了。我这这个很简单嘛，因为。 你现在目前来讲做正的，但是因为它现在筹码就是它现在水还不清所以你只要长龙行跟华行量一缩一回档，一定要买。但是量多的话就是水不清，它就会稍微的震荡。所以我个人认为，我讲了很久，长龙行、华行一定要买，一定要买。我写了好几天了，已经写了大概也差不多有半个月了，有一个月了哈、哦。那这这大概就是一定要买了，一定要买，小心被洗掉。 那你很简单嘛？有的人说陈老师，我就爱买航运，航运很简单，听我讲，航运绝对不是扬名长隆望海。我已经讲过 n 次了，航运航运你要买长隆扬名望海，一定是怎么样？神龙摆尾嘛！我今天你外别买淘，我就绝对别买嘛，就是一定是中航四维航嘛。我也讲过好几次了，你看看也是上也是讲了很久了，哪边只够尾啊？有没有？我也讲了快一个月，中航四维航，所以说你这个就很简单嘛？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就是我已经讲过，但是我已经讲过了，航运股跟船跟这个航空股啊、呃、这一类的，基本上来说的话，它属于船产，那它的量很大，那量大的话，基本上就是当冲的人会很多啊，呃、当冲的人就多了、呃，所以你这个我就跟你讲，这个绝得因为什么？因为它这个一定是比它的长隆阳明外海要条件来的好很多，因为什么？因为你不要管它是散装的还是货柜，我今天只是讲一个重点，就是说。 买股票就是要买轻的，神龙摆尾头，这个这个龙的头转，它绝对没有尾巴来的大嘛，所以尾巴大是怎么样？股本小，再加上它筹码干净的，一样的类股嘛。这条零在飞时钟，我落买这条零的零的有在买买买嘛。这条零在飞的时钟，我买这条零的买流嘛。安尼我讲你都知道意思嘛。 所以你买股票很简单啊，就很多人说我爱买洋长隆、阳明很好，但是我已经讲过了，买长隆、阳明、望海就不如买什么，就不如买什么，买中维航、四维航、中航、四维航。那你要买航空股很简单，为什么？价位低嘛。我已经跟你讲过，未来可能两到三倍都有、啊、那为什么？但是他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什么？我昨天已经讲过，他遇到一个什么问题？他现在遇到什么？他现在遇到什么？量大嘛。 那量大没关系，量大你就让它拉回。量缩那就要买了。那你在你在往上冲的时候，量增加的时候，你就稍微的哦。那你如果买太低的话，你你们立买被美啊啦，另外一只上，一只上，你就给它抱着就好。为什么？太便宜了。所以这个相对的航运就便宜，更便宜了嘛，对不对？那你说航运来讲，航航空来航运来讲又分啦、啊。那这个又相对比长龙、阳明望还要便宜了嘛？选股很简单啊，因为你现在。 但是整个电子股它的筹码又更怎么样？又更 stable 了嘛？因为你整个电子股大部分都已经怎么样？已经怎么样跌无可跌了，落袂落啊，落袂落就等有人来加安诺啦，你知啊？哦，等一个物件落袂落的时阵，就来等有人来加安诺。所以安诺你买电子股起码袂了钱啊啦。但是你买传产的真歹讲啊，短线可能被套了，但是你买电子股就袂了钱啊。 那时候法人爱不法人爱哈，法人还是一天到晚在卖船产买船产啊。但是电子股怎么样？筹码很干净，筹码很干净，你现在买它也跌不下去了，因为大家都已经在里面，已经该跑的也跑，不该跑的也套了，也已经卖不掉了。所以点猪狗就像一坛青瓷一样啊，它已经怎么样？它已经之前很浑浊的，那已经沉淀。那当然，电子股首首先我已经跟你讲，电动车嘛，电动车一定是首选嘛，为什么？ 因为电动车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必须还是要看到美国的 n e stake 嘛。你说你不要去管现在升息，快要升息，我跟你讲，升息反而美国还可能大涨，为什么？利空出尽了。 再接下来再升起，就慢慢大家麻痹了，就跟疫情一样哦。疫情下，我就跟你讲，台湾一千个赶快买生气股，到一万个你就不要再买了。一万个以上，两班、三班、四班，的，这样吞沙钙饼啊，吞口盖饼啊，对吧？口罩摕起来，阿中阿姊妹讲免摕，大家拢嘛上面摕下其他喏，对吧？反正得到就得到了，哦，免惊人啊。但是你看那个懒的，你看那些懒的，还一天到晚说，哎呦，你看你看重症的什么的，那就东西啊那样，那些重康啊。 对，伊即摆伊即摆阿另外讲无严重，男的讲严重啊，对吧？啊，另外咧讲严重的时阵，迄男的都讲无严重啊，这个就是所以新闻台就很坏，就这样子阿另外那个大家一打字在今仔时阵打、呃，你们要很小心哦、喔，哦、喔，这个有重症哦、喔，有什么的哦、喔，对不对？要小心哦、喔。男的说，国外都已经对不对？这也都已经跟他共存了，现在男的又回来讲啊，另外个没共存啊男的过来给我批评，说你看本来所以你看这个男的就是这样子。 呃，照照刚一轮，他讲完的话呢，反正就会，反正阿丢完一轮，他功劳唔丢了对完了。哦，所以这个政治的东西，它就影响到民生啊。反正这些政治的斗争，其实我不是说民主国家，民进党一直讲很好很好，但是事实上不好。民主国家就是大部分人的意见，都都都都是都是在大大部分人的意见，对不对？大部分的意见搞到最后，说真的，就大家就变人都不方便了嘛。你说要你说要较招，是谁说要较招啊？ 你能教招吗？你搞什么东西啊？教招什么东西？啊、哦，老公要打我们了！大家赶快去当兵了。所以我这说真的，后面又没了。反、啊、正什么叫做什么叫民调？一天到晚民调民调啊，民调变来变去的。所以我不看那些新闻台，一天到晚在做民调。他在对民调，今天是这样子，明天要变变又变那你这个民调变了，你每天在变啊。另外阿公他独裁没有做啊，阿公他是独裁没有做啊，但是他不会变啊。 他一个政策，反正就是这样子啊，一干就十年啊。台湾不是哦、喔，一个政策怎么样，半年就变，这叫民调。那你认为半年就变好吗？有了三个月就变了呢、欸，民调三个月就变了、欸、现在说要叫招、欸，下个月说啊，现在有懒意啊，叫招先停止，要戴口罩啊，要戴口罩啊，又变了啊，不用戴口罩。对，阿强啊，你讲你独裁不？唔对啊，啊、但是一这政策咧就反正做战役乱那样了嘛。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政治人物台湾哦，这些这些选举，事实上我没有说誰对谁对谁错，就搞到最后新闻台就这样搞，变得大家很不方便民调，民调是三个月就变一次嘞，那你能把它常变吗？那但是他们这些政治人物，台湾的政治人物为了选票啊，就一直变啊。所以我们这几年五十年生活在台湾，除了蒋介石时代，说真的就一直在变，也不知道变什么。 变来变去了，那你有觉得比较好吗？所以民主是不是可贵？可贵啊，可贵，真的，一天到晚变得很可贵啊，对，一天变啊，民调啊，明天天是弄民调。那民调是争取多数人的意见嘛？那多数人一定是不满的嘛。那多数人不满的多数人，智商有比较高嘛多数人不满的人智商有比较高嘛没有啊。 所以多数人的民调是不是代表正确的？啊，他又变了，过三个月这些多数人又变了，再过三个月又变了，那就变成政治搞在台灣搞政治要一直变所你说我，陈老师，我跟大家讲哦，就是、说你有些东西你是你自己看呐，我真的我不会骗你啦，你这个要买，那你电子股就很清楚嘛，电动车哎 你看这个是不是属于电？我已经跟你讲光洁嘛，电动车嘛，还有什么？这个要注意啊，中碳针啊，还有什么？<laughs> 我已经跟你谈了很多，我说这基本配备啦，你别没点出够，这个基基本配备在啊。你知道什么叫基本配备？我们要买车子有基本配备有选配嘛？哦，所以你现在买股票要基本配备要有，所以我就跟你讲，我给你的都是属于基配啊，选配没有，基本配备要有。 讲了好久了吧，基本配备要有。你买长隆扬明万还不如买这个啦。我讲了一百次也是这个啦。你买长隆扬明万还不如买这个东西啦。你买要买航空，航空为什么可以比较航运好？因为便宜啊。今天如果说航空都是两三百块，我不会叫你买的，二三十啊，二三十块、啊。那你说他是不是要解禁？要要开放边境？你不要想太多了。哦，你先不要想那个问题了。那咱搞不好還利多出境呢、欸。 真的开放了，搞不好便利多出尽，对不对？啊，你开放了，开放啊，开放，开放以后，你看以前八百年前航空有涨嘛，华航长也没有涨啊，那时候华航每天的都客满呢、欸，长龙航每天客满也没涨啊，那时候电子噼里啪啦一直涨，所以这个叫什么题材嘛？这叫题材嘛？这是不叫题材吗？啊，现在大家在拼什么？拼开放嘛？那现在是还没开放，所以还没开放就一直买，一直买嘛，等到真的开放就赶快卖了嘛。 因为你看看以前嘛，长龙行、华航，几十年前也不就是这样子吗？每班客满，每个班客满，也没有比较会涨啊。那现在是没有人做啊，没有人做会涨，反而会涨。为什么？这就这就股票的厉害了。那等到真的开放了，就要卖了。你等到真的哇，班班客满了，飞机场和那、这个机场都是人哦，他妈要卖了。又因为又回到以前了。那你现在开始，大家哦，已经开始全世界要开始解解封了。 航运也会下来了，因为什么？我不要讲了嘛，因为航运的报价就大家都疏通了，都已经通了，通了航运还有什么利，还有什么油水了，就没有了嘛。那大家现在还是炒啊，都炒半年前的事嘛。那但是你点住我港啊，因为你现在看美国最强还是特斯拉、啊，那电动车最重要，它需要什么？电动车最重要需要需要什么？电池，一个电池嘛。 未来电动车它的它的一个需求一定会比手机要来的强很多，我个人认为，因为这是一个趋势，没办法挡。所以未来的这种电动车啊，不止特斯拉、啊，现在所有的车厂都是电动车了，你们不觉得吗？已经这个大家已经是，所以电动车绝对是下个世纪的怎么样手智慧型手机了吧？ 所以电动车一定是下个世纪的智慧型手机，这连想都不用想的问题。所以你现在去买手机概念股，什么 Apple 概念股，什么，我就认为是比较辛苦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力光啊，哦这个大力光啊这些，对不对啊？这个 Apple 概念股，红海啦它比较。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你去看什么？电动车就是未来下一个世纪的什么？电动车绝对是未来下一个世纪的什么？电动车绝对是未来下一个世纪的什么,的什么？Apple 嘛。 电动车绝对是下一个世纪的 Apple 啊！电动车啊，它已经是下一个世纪的，因为这些高科技公司他们很厉害。下一个世纪的 Apple 啊，这个电动车啊，它绝对是下一个世纪的 Apple 啊，绝对是啊。对，再来练狗啊，再来练狗，今麦早去吃了早去吃了 所以你就看到特斯拉为什么能涨，但特斯拉慢慢就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车厂都来做这个了。但是你现在看，以后宾士双 V 也都做这个，以后什么都做这个。但是重点不在涨宾士双 V 啊，重点不在涨特斯拉、啊，重点不在涨红海的电动车，重点它会涨到什么？涨到供应厂商嘛，涨到这些供应这些电动车的厂商嘛。那现在台湾最缺什么？台湾我问你，最不缺电池啊，缺什么？缺充电桩啊。 就怕你被充电，所以充电了就懒了啦。要充电很难了，所以我就我就常跟你讲，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个东西。我真的我讲真话了。哦，今天给大我我陈老师，我有时候常跟大家谈很多东西。因啊，陈老师啊，什么叫基本配备？我就跟你讲，这都是基本配备了。我跟你讲，这这不是充电桩吗？这基本配备你知道吗？你一定要有啦。你以后你就知道电动车的厉害，而且这个也要基本配备啊。这电动车也是很需要啊，基本配备啊。 那这 I G 设计为什么这三只为什么叫基本配备？我已经跟你讲过为什么叫基本配备，所以我跟你讲了很多东西，你要放在心里面。像我以前跟你讲这个，你也不爱买啊。我以前跟你讲这戏骨之王马上大涨，你也不爱买。哎，我讲话人家都不信，因为我我有时候跟你谈的是观念。我今天不是说叫你不能买船产，对不对？我也没赚到东捡的钱啊，<laughs> 对，我也没赚到东捡的钱。我也是我也是跟你讲那种股票，我就不爱嘛。 我管它涨到哪里去，涨到天上也是一样的、啊。但是我已经跟你讲，生气就不要再买了，因为什么？很简单啊。生气你怎么买？你现在怎么是买生气的时候呢？除非，除非新的大魔王又来了，而且是完全 totally different 的大魔王，那生气要赶快买。我讲的是真话哦。如果再变种，再下一次又完全不一样的，又重新再来，大家再玩一次，又会重症的话，又开始的话，那大家当然要买生气。现在已经没了嘛。 所以你这边怎么在买生计呢？所以电动车绝对是下一个世纪的什么？那电动车最重要你要分了、啊，电动车最重要是什么？电池。但是电池现在大家都在做，所以现在电池大家都在做，你知道？所以它就比较没有什么，因为大家都已经有点已经供过于求了。但是现在台湾很缺乏是什么？充电桩嘛，充电桩是很缺了，因为什么？没有嘛，台湾你看才这几只能跟欧美比吗？ 所以今天陈老师给大家一只股票，我们当参考。<laughs> 哦，充电桩啊，充电站、充电桩，你要很注意这股票，把它记住三零九叉，你就记住鸿运当头，鸿运当头，把它记住。这个拉回来要注意，硕大无比，这个硕啊，记住买股票一定要有这个硕字，拉近一点，买股票一定要有硕字，你光看这个很多的。 电子股啊，很多有这个石头啊，记住，有硕的股票，我跟你讲，没落了。你看那个祥硕，以前就是两百块叫你买，你要买吗？把这个记住了。那我就跟你讲，硕是很多了。现在跟电动车有关系的，也就只有这个硕了。跟充电桩有关系，也就只有这个硕。你把它放在心里面嘛。我正好这常跟你讲，就是说现在电子股最主要是怎么样？它已经怎么样？很干净了。 现在就等谁来点火，那你就先拉回来注意一下，哦。所以今天这一只股票呢，送给大家，你不要等他说上来了，就说陈老师啊，那来 K 加追。<laughs> 哦，最近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电动车，电动车里面的充电桩非常重要。那今天这一只股票送给大家，啊，赶快来索取。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你现在目前要买的干净，筹码干净，而且未来又有前景，我未来两到三年我都有机会的。 而不是买现在只有一个月的东西，好不好？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你准备好了吗？小资翻转一八八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您的财富，翻转专线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 相信从顶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阻力。我们不断的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顶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八五一一三三六六顶业投顾。从一百一十二年一月一日起，满十八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十八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 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各位投资朋友，啊，哦、三十年前哦，沙展已经啦，红海三十块。 哦，那之后叫红海，可是现在已经不是红海了，好不好？未来一到五年一到五倍，会不会是电动车？未来一到五年一到五倍，会不会是电动车？各位，会不会是下个世纪的红海？好好把握谢谢 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